我们台北捷运的运量第100亿的人次的旅客呢，是今天早上的11:35出现在我们中和新芦线的新庄站。那相关它的卡号跟这个幸运额的相关资料呢，我们已经在我们的网站公告。那我们要呼吁说，这位幸运儿呢，要赶快跟我们来联络。那这位幸运儿可以得到的部分是我们一年不限里程次数来搭乘捷运，同时呢可以带回一个市价超过30,000元的笔记型电脑。那不仅如此，其实在我们100亿得主的前后的5名旅客，总共这样加起来就是前总共有10个旅客呢，同样呢可以有接收到我们一个3个月的免费搭乘的一个悠游卡。没人给你动啊！有车看有爽，恁白头的用不了的，旧的看会爽，好康就抽。趁即马注册免钱，做些朋友，